打造亚洲新湾区是高雄市重大建设之一，其中2055兵工厂迁建案更是其中重要的拼图。为了让相关重大建设案能够顺利进行，高市府与联政署共同成立专责平台，力拼地方繁荣。我们希望借由廉政平台的一个推动，大家各部门的一个合作，来协助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在这个迁建案能够达到一个如期如此的一个成果，让我们高雄市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2055兵工厂迁建案工程预算高达120亿元，为了避免外部不当干扰，高市府期望借由采购廉政专责平台的成立，降低外界对国家重大工程的疑虑。几乎每一任市长都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协商这件事情，那也就表示说2055兵工厂的迁建对我们高雄整个都市计划以及相关亚洲新湾区的发展至为关键。那今天我们很感谢廉政署能够提早来协助我们建立廉政的平台，我们期待是一个干净美丽的我们亚洲新湾区的2055兵工厂的迁建案。廉政是当前国际社会以及国内各界普遍重视的价值，高市府以具体行动展现推动廉政的决心，透过廉政平台的运作，将可以创造多方共赢的局面。人间卫视和高雄采访报道。